这个黄河路了，都。我想你进两张门吧。哦，我当不了，当不了这个。现在我在台盛园里面啊，据说他们家的这个年夜饭早都已经被预定光了，晚上的这个吃饭也是满满当当的。这里是他们2024年的春节套餐，4888、1380、2888。3880，想要在这边预定晚宴，看样子是不太可能了。我们到里边去看一看啊。中午时间啊，现在已经打烊了，但陆陆续续还有几桌在吃饭。这边展示了很多名酒，这是他们的预定的情况。几个人啊？